但这一棍可能更重要。这是我们最新907十寸室内机镜面，那它机身镀钛。那我这边配置是主机和副机，这边小门口机按对讲之后，主机和副机会同时响，可以选择任意接听。那我们先主机接听。那副机也可以做接听的部分。那除了普通对讲功能之外，还可以有开锁功能。